像最近的所读亲好朋友早安快乐，这段时间是咱昨天必成功为咱所提供的节目，九点到十点在新闻林之声调频广播网89.3做了播出，也希望大家拢会当安尼吼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啊，你讲啊世间人吼，无迄个讲大家啦，拢当会当心想事成，嘛无迄个大家拢总欢喜的吼。啊、所以今天出门有欢喜无欢喜，一天24点钟总是爱过，但是咱的朋友过了快乐的，就是你赚到的；过了忧伤、悲哀，或者是讲郁卒、苦恼，今天你就等于讲一天白活的啦吼，白折磨的。所以朋友呢吼，啊是爱安怎？爱乐观，同时呢对代志的看法较豁达咧。吼、哦，啊过来就是讲，卖定个记个心肝底。如果若是讲有啥物不满，定个记个心肝底，吃亏的人是你啦吼、哦。你若不要放下你怨叹，也是怨恨的人，折磨的不是伊，是你。因为你记条条伊的歹，你就折磨你的心情啦吼、哦。啊，你也甲放下袂记，你甲跳过难过。人生不过是一碗饭啦，一口气咧做人，何必咧计较？你讲是毋是呢？那需要服务，免客气，慈天必胜宫的服务电话5916045，我关心的朋友在给05感恩。有需要服务，那呢电话现场的节目会当甲卡过来5966449，这是咱收音之声开放一线热线电话5966449，我关心的朋友在给05。咱若伫九点到十点这个时段无听到，那要安怎？咱会当伫咱的 FB， 就是咱慈天必胜宫的网站，或者是讲伫咱的网络，哦，咱即马做流行的脸书啦吼，会当呢吼上网，啊，你甲看洪正文师兄抛起你啊，那咱就去啊个试，安尼就会使。啊，是要入咱慈天必胜宫的网络，你即马 Google 足方便的，甲拍慈天必胜宫，还是用讲啊慈天必胜宫，伊就会找咱的网络出来。然后呢，按赞、访客、留言，因呢，甲试落，遐都有啊。希望讲咱的朋友，那是节目内容，感觉这段足需要的，啊，咱听了感觉袂歹，吼，啊，咱会当重复甲听。另拿过水啦吼，冇感觉啦，你讲是毋是呢？来收听这段求道。四川八脉朝拜神仙。生命为卑，四川八脉操办神仙，生命为卑。
亲近无畏，天地会震，金鹏三界，清明双修，众生为善，十传法脉，操办圣贤圣。圣贤生命为美，十传法脉操办圣贤生命为美。咱今晚来所收听一段非常好听的求道，那么求道就是咧学做人啦吼，啊求道就是要走正门，不要走旁门啦吼。哎呀，咱一挂同道师兄师姐吼，如果咱也是心肝底有怕死格的啦吼，迄是一道对一挂不平衡的啦吼，不平衡的，暂时拢个抛到脑后，因为。今日最重要的一天，今日是咱的十月初一啦吼。啊，你讲逐天嘛最重要诶，逐天嘛爱过日子啊吼。但是人讲初一十五是讲好话吼，每一尊神佛啦，伫初一十五啦吼，啊，都大家提青花啦、敬果啦去拜拜啦吼。总共一句啦，啊，就是人有重视着初一十五。咱毋只讲吼，啊庙里也好啦吼，啊青花经过来供养上经礼忏，然后再讲初一十五修口，啊嘛爱希望咱的心肝是清净的，咱的心思维啦吼，啊加咱的想法观念，拢爱是按清净无染的。过初一，哎呦，啊恁讲吼，啊都嘴要食素咧吼，啊心肝嘛个素心一下，为什么？不要去想一些杂七杂八不愉快的事，也不要说谁得罪你呢，还是说有一些恩跟怨呢？吼，啊，有一挂代志你感觉理不清、看不开、参不透的吼，世间事啦，哈，世间事我咧讲，什么时阵拄到啊？见招就拆招，哦，没有遇到最好，哦，遇到了，哎，咱就先冷静一下，哦，然后去甲分析原因啦，吼，所以我得讲，取有关头。哎、欸，啊，这个因到底是倒位？啊，人讲万归嘛，就要求求真啦吼。啊，咱代志就是爱看这个因。啊，我们先去研究为什么我们两个会产生不愉快，迄、那个原因你要理出来。为什么那个人会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我？吼、哦，啊，这个人是安怎伊看到我就怎么样就怎么不爽，怎么的不顺眼？咱嘛要知影原因呢？咱唔能讲死啊，足歹看，阁唔知影啥原因。逢气甲要死啊，咱嘛唔知影啥原因。逢气甲要害啊，逢家己啊，咱嘛唔知影咱白目安怎。啊，咱是安怎？咱白目，为啥咱会单单对伊白目？对别人阁足顺从诶，对别人阁足好诶。毋过单单对这个人印象若歹，你着刁工爱去甲改。啊，就讲咱两个磁场袂合啦，讲较简单，就磁场袂合啦。我咧讲啦吼。只要有人的所在啦，你卖去要求十全十美，会当过就好啊。安尼你心情才会开阔。噶无咧，你一世人讲一句简单啦，吼、哦，一天食三碗饭你就饱，一顿一碗你就饱。啊，你是咧求什么？啊，你是咧贪什么？啊，伫这世间伫这咧拍喷，啊，伫这咧吼，伫这咧对待，你想要的是什么？其实我们人要的不多，但是。啊，咱阁有足侪一挂刷三个代志，啊，遐代志拢发生伫对，发生伫观念、执念太执着，自我观念伤重啦，吼、哦，主观伤重，啊，你主观意识伤重的人，唔容易，无容易要互指挥，啊嘛，无容易要听别人的话啦，吼、哦，啊，所以讲主观较重的人，伊家己本身就会过得较痛苦。吼、哦，啊，若像我这算一半散心散心的吼，自细汉就散心散心的，还有代志，哎，足认真甲听，
吼，啊，准讲要去，我也无五分钟，去了我就过啊。代志若讲煞，我就煞啦。绝对不会一直说吼，啊，在办那边绕那边绕，一直绕绕不出来。可比讲你足气我，我甲你气啊，气无三点钟，为什么？我代志若讲甲刁滴，迄个问题是安怎我知影？若是我唔对，我甲你偏啊懵咧，回事咧，我就走啊。那唔是我唔对，是你傲慢我，我结果啊气无三点钟，我就感觉讲甲你这种人生气，顶灵啊，浪费我的青春岁月，啊，所以我就甲放我去啊。啊，你嘛爱学我这种散心的个性啦吼。那学我这种散心的个性，冤家未久啦吼。啊，我足容易妥协啦，只要人啊动头，我就妥协啊。啊，你讲啊，你的人敢会足无原则，嘛毋是足无原则。为着要让对方较好过，你要让他妥协。吼，毋是讲咱惊人骗，啊该哄骗啊爱哄骗啦吼。啊该哄骗啊都互骗啊，敢有啥物？嘛无啥物，也无减一块肉吼。啊，咱人啊活了伤过有原则。吼啊，什么代志拢要吼以你为中心，那安尼伫你周遭的人会足痛苦的。甲你做伙就变甲一支刺同款，那穿嘞吼，也不好玩呐。你讲是不是呢？所以我常咧讲吼，啊，人生不过是一个缘分啦吼，缘来即聚啦，缘过即散，一切都不会把它放在心上啦吼。所以孔子呢，那是一代名师啦吼，伊都提倡着有教无类啦吼。啊，你一定会问啊，啊，是安怎？什么叫做有教无类？咱讲无分种类，拢总会使教。他即马都连精细都会使教。啊，你看网络，你敢无看？迄狗穿衫真正会变人呢？挂目镜、玩手机呢，佮兼爆泡泡糖，爆啥物？爆口香糖，脚翘脚。爆口香糖，搁底下咧耍耍电脑，搁耍到有表情的咧，摕底碰衣衫裤穿的那新书咧，啊你讲啊搞穿衫真正会变人，互你看起来就是那人同款。所以咱咧讲吼，种族之类啦，宗教，吼、哦、咱讲宗教，内底面伫咱这个富贵贫贱，或者讲有教无类，咱李先祖甲咱解说。你解说讲啊，咱较早先话讲佛教这个道教、儒教、吼、哦、也会五教拢好南社会，讲宗教，咱内底拢有这个吼、哦，咱讲一代名师嘛吼、哦，像儒教都是咱的孔子为一代名师，吼、哦、道家有道家的名师，吼、哦、佛教有佛教的释迦牟尼佛，吼、哦、啊，所以咱讲是讲三教名师拢提倡有教无类啦。吼、哦，有教无类，吼、哦、啊，所以讲吼，庸师左右教有类，什么叫做庸师？对慧门无开的人啊，吼、哦，就是叫做庸师。伊就是有教啊，但是嘛有类，伊会甲你教啊，但是伊也会分别，伊嘛会分别众生就对了，叫做庸师左右教，有教有类了吼、哦，有教有类。啊，所以讲吼、哦，咱这个吼。哦有教无类，吼、哦，咱的李祖师又甲咱做一份无同款的解说。不同类也会，吼、哦，宗教斗争啦，吼、哦，叫做性证。啥物叫做不同类？吼、哦，如果那是讲哦，咱今仔日啦，吼，啊，都黑人、白人、黄肉人，迄叫做不同类。啊，都是人类啊，为什么不同类？因为爱到黑人、白人的分别，黄人的白人。吼、哦，黑人、白人、黄肉人的分别叫做种族、种族之类啦，吼、哦，种族之类。搁一样就讲习俗，吼、哦，习俗啦。你的习俗跟我的习俗无同款啦。你这关的习俗，还是你这生的习俗啦，跟我这生的习俗，这类的都会冲突啦，伊都会冲突啦。吼、哦，啊无咧，咱讲大陆啦，吼、哦。啊，大陆即马咧为着独立的吼，啊，咱的这个比较啦吼，咱即马咧讲较山顶的、较山区的啦吼，大家嘛是为着啥？为着种族，不要让人家歧视，吼、哦、啊，所以讲，伊就会去想要安怎，想要挂地，然后呢，想要独立，有无？有啊。咱即马大陆有几啊地，嘛是因为安尼咧开始聊聊咧战争啊吼，啊嘛是咧求独立，
哦，阿兰公西藏高原，西藏他也希望能够独立啊，不要受大陆统治啊。好，啊，西藏高原伊嘛是因为他们的习俗、哦，生活方式不太一样，好、哦、啊，所以讲因的官吏、宗族官吏，啊，所以咱定咧讲哦，咱这个习俗内底爱战争啦，种类爱战争啦，吼、哦，啊，种不同类，吼、哦，嘛是因为宗教无同款。宗教的信仰无同款，伊同款嘛会战争，迄叫做斗争圣战嘛吼。发动这个宗教战争呢，会非常侪啦，吼非常侪国家，吼发动这個宗教战争。啊，你讲啊，宗教都唔是爱人好吗？宗教是博爱啊，宗教是慈悲啊，吼为什么这个种类会被排斥？吼、哦，就是讲黑人来排斥，黑人排斥白人，白人排斥黑人，黄肉人依然同款。为什么黑呢？伫这个，咱讲会发动斗争跟圣战，会发动这个宗教战争呢？绝对吼、哦，拢是吼、哦，啊一寡咱讲较强势的国家啦吼、哦。啊，咱即马这社会嘛同款，你即马讲有教无类，要安怎有教无类？真正是无多有教无类啦吼，咱即马即个社会，你讲啊孔夫子呢吼，一代名师，伊呢要提倡有教无类，众生平等，噶即马有提倡出来无？嘛无法度呢，吼、哦、孔夫子一代圣人，伊提倡的，噶即马还袂落实，还袂落实，咱即马人嘛是同款啦，看人关家啊，吼、哦、好也善分别啦，吼、哦、各一样嘛唔爱讲好也善分别啦。干那讲去叫一个物件来食啊，甲伊个口味无同，伊就甲变啊哩，对不？牙签甲变。啊，你讲叫一个凉个，伊要爱个口味，啉了啉七种个口味无合伊个口味，伊就开枪甲示威。你甲想看即卖人，敢有法有法度讲像孔子公讲个讲有教无类，哦，真的很难实行啊吼。哦，啊，咱如果讲吼，啊，即嘛，咱一般人啦吼，一般人，伫这个社团内底、政党内底啦吼，伊嘛分组织啦，吼，伊嘛分组织，啊，伊嘛有这个吼政念理念无同，伊嘛争相排斥啊，吼，宗教会团，嗯，伊嘛是结党营私，也是会啊，政党也会啊，吼。啊！但是咱较早诶，即个吼，咱讲高人啦吼，高人，你讲上善之人不分亲疏，施至善至人之德，吼、哦，等于讲上善的人，吼、哦。啊，现在上善的人是不分亲以怨，以德报怨，迄是上善的人。咱即马刚好找到上善的人，很难找到上善的人呢。吼、哦，上善之人呐、啊。伊就是咧无分讲咱家己啊外人就对啦，吼、哦！伊咧施至善至人之德，施伊不分亲与怨。你施的时阵，伊无咧分讲我足怨恨你，我都唔分你，也是讲我足怨恨你，我都无爱插你。伊咧施的时阵是无分亲，也无分迄个怨憎嘛，无分迄个人，吼、哦，对伊好也歹。啊，伊的报怨就是安尼，以善人极地报怨伊德。啊、抱怨以德，啊！你啊像至善至人之德，今晚来要对吹，吼、哦、啊！人讲德雷莎修女是我的粉丝啊，吼、哦，崇拜的对象。啊，但是人讲上善之人呐、啊，吼、哦，嘛无法度永远拢待伫世间，啊，所以无法度永远待伫世间呢，都是伫伊的精神内底，然后佫延伸着有人去接伊的啥，佫去接伊的亏，佫再继续，吼、哦，承袭，吼、哦，迄、那个。好、哦，咱讲台湾现在要找得到了。有的人会比喻说啊，应该证严法师、哦、是可以的啦，因为慈济世界、哦、那么大，哦规模那么大，哦信众那么多哈，咱嘛有当安尼讲。但是咱得讲环境足无好的所在，食穿足无好的所在，医药足无充实的所在。德雷莎修女她得过世界和平奖，她有很多。非常非常大的企业要扶持他，要给他住好的、吃好的，要给他很多很多的一些资源去给助助。为什么他不爱？他不要，他甘愿守在贫民区，
甘愿跟那些人一同吃，跟他们吃一样，睡跟他们睡一样，而且一个要往生的人，好、哦，有一点点啊气息呀、啊，他就抱在怀里，抱在怀里，一直在跟他喂安慰。安慰你这个人来到这个世间没有福报，所以你才会来到这么贫穷的地方来出生。小小的年纪，因为没有医药，也没有充足的，吼、哦、啊，咱讲食物给你吃，所以你必须你破病，吼、哦、你扎扎来腰折。他就在旁边一直在说话给他听，然后那一条灵很安详，很安详的就属在他怀里，属在他怀里。他已经得到了慰藉，为什么？咱人就叫做慰灵呢？一个人要死上惊吼，人伫遐咧讲财产分无平，就安尼酒惨累啦吼，到外口咧兄弟啊冤家啦吼，上惊是安尼。一个人倒落的时阵哦，还佫伫冰桶，就看到外口咧大声细声，吼啊，迄个灵都完全无都安怎放下，啊嘛无都通解脱。那个德雷莎修女，她就是一个生病的病人。知道他已经奄奄一息了，他会把他抱在怀里，一直安慰着他的灵魂。他知道他救不活了，但是他还是要说，说法给他听，然后让他的灵没有恐惧，而且呢也没有怨恨，就这样的安息的，就这样在他的怀里死掉了。一个人能够做多少？但是他所带出来的修尼都是第二代的德雷莎。所以从德雷莎的精神、哦、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伟大。来这块六榜天上圣庙是我们民雄陈师兄的、哦在现场给我们说、哦、凡夫要听的啦、哦、来陈师兄六榜天上圣庙讲圣文，今物来报送了吼，欢迎咱的道亲好朋友，大家做位来收听。Yeah.
天上圣庙降圣文，啊，咱透露一下啦吼。六房天上圣庙红毯拄好伫咱慈天毕生宫的宫，搁较过来五分钟，就是二点九啦吼。即届即个咱讲丙辰年的炉主拄伫二重沟，啊，二重沟过去就是慈天毕生宫，很近啦吼。啊，所以咱前回有去啊赞经呢吼，大家对咱的经团呢。拢甲你举一支诶，讲有够赞啦吼！啊，所以讲六房天上圣庙教育真威严啦吼，啊嘛真慈悲，神威嘛真显赫啦吼。来甲王大山师兄、贤康利甲你问好啦吼，感恩下。最近啦吼，啊，咱师兄呢时常带领着咱诶师兄师姐，啊有时间啦，就倒来甲咱母娘参拜，甲咱诶圣庙感恩啦吼。啊，那个圣母所做的事。不是跟他说啊，众生来给感恩，这是他领下来的职责，也是等于是玉帝所玉历、哦啊、玉历就是说圣庙呢住在慈天毕生宫，它是有一个历史典故的、啊、所以、哦、我们现在有一个圣书、哦、在十一月二十就是农历的、哦、农历我们今年呢八月十、哦、八月七七到我们的这个湄洲岛、哦、去湄洲岛第三年的进香，然后第三年的进香，倒转来应该就是安怎，爱圆满要紧啦吼。但是咱即届就是配合着咱三吉川吼，咱讲顶比、中比、下比，拄好拢是做下平安啦吼。啊，拄着咱慈天毕生宫呢吼，欣逢二十五周年庆，啊，所以咱伫个即个咱拜道吼，伫十一月十六吼开灯，到十九吼咱。平安福宴，平安福宴请完啦。咱这个平安福宴较特殊的就是讲，咱慈天毕生宫二十五周年，咱从来呢吼，唔捌讲哦啊办家呢外青草吼，啊所以咱就无这个讲吼，咱拢只是青花啦吼，或者讲供养啦吼，圣庙足欠的。这摆呢要办这个宴王，是爱经过圣庙三个杯。哦，你唔是讲今日圣庙的这个衣服六旧啊，你要甲换？哦，恁像我伫旧疆甲新疆，无甲圣庙换衫裤。咱你甲讲吼，啊，圣庙你的衣服吼、哦、已经有较旧啊吼，啊有足侪信众吼，啊，咱的大德特别供养吼，这个衫裤，啊，要甲咱的吼、哦，这个衣服吼、哦，就是咱听讲佛要金装嘛，神也一样啊，吼、哦，衣服也不能说穿的吼、哦、太那个，啊，所以咱就甲讲。讲三界呢，才博有杯呢，无伊嘛无随便要换衫裤。因咱的圣庙会讲吼，欠钱是爱用在啥？爱用在真正吼、哦、有用到的地方。吼、哦，看是要救世啊吼，啊是讲吼、哦，咱要印经册啦，甲大家结缘啦吼，这个文化传承啦吼。过、哦、来就是讲啊，咱都这个急难救助，哦，咱都咧办这个吼、哦，啊咱。虽然慈天毕生宫有财团法人，即马梅香做会长啦吼，但是回梅香那边讲起来讲，我伫电台，吼我唔捌咧讲吼，啊恁来甲我管吼，管我这个会，啊我通我来做工课，我不是这样啦吼。慈天毕生宫以前是黄老师咧做会长，
但是即嘛是梅香做会长，财团法人吼，婚姻观树立吼，财团法人诸天必成功吼，即、这个急难救助，咱救助的即个目标就是讲助学为重，过来就是讲咱一寡急难的吼，啊拄着家庭变故急难的吼，即、咱有做吼、哦，你若只要有来申请，阮都会发放。过来就是讲，囡仔要读册，囡仔都成绩足好，家庭要读书，我都供应，吼、哦、啊，伊都符合着低收入户。那么这大学生呢，那是为一年的，甲资助甲四年大学毕业，吼、哦，这个学费是由主任必先讲，咱的财团就是慈善会，哦去甲捐助，吼、哦、啊，高中生我们也有捐助，吼、哦，过来就讲领这个吼青函奖助学金啦，吼、哦，只要你成绩袂歹，德育袂歹。哦，啊，咱就会当甲母牛呢，请奖学金，啊，这请这奖学金的钱位对来，即马讲哦，咱的道亲听就知影吼。奖学金的部分就是讲，咱去二楼拜拜，你另外边啊遐有看一个添油香箱啊，迄、那个添油，迄、那个功德箱，它并不是讲去你去落金，还是落啥物去甲落迄个功德箱。迄、那个功德箱就讲，要有一挂读册的囡仔，恁倒是足好个，足好命的，吼、哦，啊是讲一挂呢，孙啊孙仔。咱要资助这善良人囡啊读书，你若去一百、五十、吼两百、三百、五百，你甲落，就是拢专款专用，用在清寒奖助学金啦、啊、助学啦、啊、吼，用在助学。啊，若无够咧，无够就是讲咱拜道吼，可比讲咱十一月拜道，收收收收，甲咱平安福运啦，所有吼管销啦，有诶无该开诶拢总开出去啊，也够有中诶。吼、哦，咱要赠送的物品啊，啥，这些物件拢总扣底啊。到年底，咱也搁有中一挂经费哦，不管中几十万啦、啊，伊绝对是专属拨过来的慈善会。啊，你专属拨过来的慈善会呢，和咱慈善会下当一年的当中呢，吼、哦，咱讲欠欠啊用，欠欠啊布施，欠欠啊用，欠欠啊布施，因呢来应付咱一挂吼道亲啦吼，啊都拄着急难，我们还有一些经费能够做。但是我伫个电台，我唔咧讲啊，慈善会即马我咧做会长哦，啊，我即马要来开一个讲啊，看你要一年甲捐助五百块啊，都足侪人咧甲我建议啦吼。诶、哦，梅香师姐，你会使互人一个人一年啦，卖讲一个月、逐个月去缴啦，都一年啊，看要千二块还是六百块，互人加减啊捐啊，互咱讲的吼，佮做较大咧，范围佮做较宽咧。我有这样在想啦吼。哦，但是以前咱信庙是讲，将咱供的所收来的经费，吼，只要有中诶，你就甲拨去慈善会，就是甲做。为什么？伊讲供那是吼有钱啦，吼有钱，钱呐积侪啦，讲积财就会伤道。伊就是当年拢甲开甲拄啊好，吼开甲拄啊好。啊，所以讲咱电台呢吼，伫讲到这个香品，这个香品嘛等于广告，啊，这个广告是要创啥？进广告，就是讲我介绍我的香品。虽然毕生讲所甘蔗是台湾老师傅所做的物件，啊，咱这个物件就是讲啊，伫电台甲恁讲，吼、哦，不管讲你今仔日去啊，方师姐讲哦，你遮有迄个啥，有牙膏啊，我顺续摕，吼、哦，真啊，咱台中那个师兄啊，林师兄，伊讲来，我嘛顺续摕，吼、哦，顺续的，但是你叫我特别甲你寄，吼、哦，我也是没办法，一两条我无可能甲你寄。吼、哦，啊！你若无上无是四条，我都有甲你寄。那么香品呢？你就是足方便的。你若有叫香叫香款，先刷甲落一条落，你用看卖。你若用了好，规家伙拢用，啊是亲戚朋友要用，你买使甲讲。真盖你蜂胶牙膏真正袂歹。吼、哦，咱要甲联合广告，这个物件准讲有中一百块、两百块，伊原共款是做伫啥？做伫电台的台费。你像今日我都爱摕台费来予人啊，同款意思啊。因为明仔载初一啊。电台是月头，就是一定要提钱，无可能和你公完才来收钱，然后，啊，所以咱就讲有这个经费啊，通我来分哦，统筹运用啦，吼、哦。所以信庙呢真欠啦，吼、哦，一个二十五周年，吼、哦，今年啦，吼、哦，新的宗主啦，吼、哦，啊，解救啦，伊讲啊，信庙咱二十五周年吼，啊，要办一个较闹热的活动啦，吼、哦，啊，人大金庙拢有咧做这个宴王。吼、哦，宴王咱大家拢知影，都是用一百空八刀，吼、哦，啊来供养天顶的神仙啦，吼、哦，供养诸天必成功所有神圣神佛，吼、哦，啊，咱头前面咧食平安福宴，啊，咱嘛用一个宴王来请神仙啦，吼、哦，宴王来请神仙，因呢，甲拜，
播三届，甲讲第三届才有杯啦，吼、哦。啊，所以咱今年呢，吼、哦，庆祝朱天必胜宫二十五周年，咱都用燕王，咱二十五周年头一摆用的燕王。但是没什么甲咱的朋友讲吼，燕王，我讲姜呢，要用姜的经费出，先不要唔哦。燕王要让你办哦，但是要用姜的经费，可比讲燕王啦。一届都要办起来，要八万的话啦。咱这么讲一个，吼、哦、一个数就是啦，讲八万的话，甲讲安尼用咱姜的吼来支出安尼，无赔哦。要让你办宴王，啊要用姜的一经费来支出，无赔。我讲啊无信庙，要用安怎？伊要有众生出咯，啊要有众生出要安怎出？一个人名额三千。一个人的名额三千，啊，就准讲扣到八万为止啦，吼，扣到八万够，安尼，啊，头前面也该公布竞选的名单，吼、哦，竞选的名单，就是讲咱二十五年的周年庆，那么咱要请咱上天的神圣降临，同喜嘛，吼、哦，同时嘛，吼、哦，咱玉帝历史的宫殿，圣庙领玉旨来办科，领天办地做啦，要讲起伊嘛真辛苦啦，咱二十五周年才。甲办一个宴王，但是甲讲要用姜的钱来支出，伊姜的钱伊要留咧创啥？伊要留咧做救济啊！要留咧做急难救助，要留咧做囡仔青眼奖助学金，伊都无咧开伫迄条。伊讲那众生，我那无有就对啦，宴王都要我办啦。我那无宴员，宴王都撤销啦，撤了啦，伊嘛无爱啦。啊，所以我即马公开伫遮，甲咱的道亲讲，一个名三千块。哦，啊那我那无甲有啊，啊着杂志，吼、哦，甲咱发挥十一月十九迄天，迄阴暗要请平安福宴，宴王吼，然后成立，就是头前面遐名单，就是众生所供养，伊供养是天地君亲师，包括诸天必胜宫所有的神圣，宴王就是请天地君亲师，诸天必胜宫的神圣，安尼叫做宴王。以上安尼甲咱讲，为啥咱信庙你甲讲啊要用姜肥唔？伊讲要让众生增加福报，这就叫做啥？请千神万佛啦、啊，吼、哦！啊，大家人来底下食平安，神可以动乐，就是咱二十五周年才要让你办啦。哎，你当年要甲办你嘛唔啦，是二十五周年才要让你办。啊，所以讲咱若要登记讲啊，无要紧。我的囡仔呐，感觉讲啊，这个囡仔就安尼，常常咧运动真无好，还是讲这个老大人运动都真无好，还是讲身体常咧病病痛。哎，你买晒个参加，那么这个功德我们会列单，然后会回向，好、哦，一家咱先不要回向了哈，因为伊只要有正人出，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功德要有正人分享，伊就是无必要诸天必胜宫单独用诸天必胜宫的经费去支付宴王，所以没想跟恁讲，十月初一是一个足特殊的日子，嘛是我今麦咧宣布咱的师兄师姐会当做功德，会当回向，啊嘛会当甲咱寺庙祝福伊二十五周年，诸天必胜宫二十五岁，要请咱天顶的所有的天神，所有的吼、哦、咱诸天必胜宫所有的神仙，啊甲所有咱有拜到天地君亲师，所以咱即个有决定，啊都请有杯啊。宴王，咱头一届，你诸天必胜宫，你去遐尼一摆，你敢捌看过咱办过宴王？唔捌。二十五周年，甲圣庙千杯千壶，然后伊是要用安尼方式，互众生每一个人拢有机会做功德，啊，每一个人拢有机会去供养天顶的神仙，供养诸天必胜宫每一尊神格。啊，报告完毕啦吼，这嘛算好事啦吼。
啊，来慈天毕生宫的喜事，然后我们在10月1号来宣布了哈。哎，今麦传来的就有两个哈，传来个我要哦，这都是要分散了哈，和每一个每关系的孙啊，这都有机会来供养神仙呐，有机会来参与25周年庆哦。阿妈欢迎咱来平安福宴的时阵，大家来同乐了哈。恭祝慈天毕生宫25岁哦，安尼。啊，所以直接甲咱的朋友宣布，宴王要有大家呢吼，有机会大家共同来参与啦吼，功德无量，感恩。今晚呢吼，有咱的道亲咧讲要听《海上女皇》，嘛送我咱蔡大弟，咱的阿公阿妈做来收听吼，啊，咱爸爸妈妈呢，阿姐阿妈做来收听，咱孙阿叔姐做来收听，啊，这段非常好听，《海上女皇》。孙兄，这你若要参加吼，你讲要爱账号啦吼，唔只是账号，你也甲迄个要关系的人的名嘛爱写落吼，啊则甲划拨慈天毕生宫的账号，啊你甲打电话问咱的会计，伊就会甲你讲慈天毕生宫，咱是伫慈天毕生宫活动，咱就是用慈天毕生宫的账号直接汇进去，然后你就是一个名3000块，但是你就是该写啥？写名啊，甲写好清楚，因为咱这是要有要做回向的吼，有要做回向的吼，感恩谢谢您。
感谢。梅香的 LINE 哦，附上了好几个。那你朋友真的非常支持，也非常感恩呐、啊、吼。因为燕王，咱不是定定咧办呐，咱25年才甲办一届吼，啊嘛经过圣庙温准，咱才有甲办。好、哦，咱不是凊彩乌白甲做呀吼。没有他允准，我们也不敢去动呐、啊、吼。因为阮知影阮圣庙的个性呐、啊、吼，伊是足谦，吼啊真威严，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的吼。因为母娘团龄兵啊做久啊，啊个甲圣庙办事办科办遮久啊。我家己知影，我家己的祖庙的个性，然后啊，所以人讲神有性格，伊的性格真悬，吼啊，所以说他不随便啦吼。啊，人讲要甲庆祝，你都爱符合迄个情理，伊才要你庆祝啦吼。啊，咱十九呢，燕王包括咱去阴暗的这个平安福宴办了后呢吼，咱还阁有一个大圣事要甲咱的朋友报告吼。这个圣事是11月20日，咱联合顶下中比三庄要向这个红单。请老大妈，就是咱讲老妇妈，因咱的圣庙是400几年的金尊，未堪咪阁出来外口游境啦吼，啊，所以讲咱就是请这个老妇妈，老妇妈的嫁来代表咱六房天上圣庙出嫁，就是要游境绕境，嘛配合讲吼，啊，咱这个顶下中比呢，啊，拄到谢平安，此天必生讲第三年啊，到的这个湄洲来进香圆满，咱就是伫浙江。同款的吼，请三咱大湖街老三王啊，加咱六房天上圣庙，就是咱红单的大富妈哦，啊，做伙要绕境，绕平安境啦吼，绕平安境。那么当然呢，诸天必成宫嘛是爱出吼，咱、哦、的这个顶头啊嘛爱出啥啦，爱出大轿啦吼，啊，包括咱圣庙的仪仗吼，都足济爱需要足济人啦吼，因为咱圣庙头前面的仪仗吼，咱的迎吼，咱讲迎神的仪仗。吼、哦，咱需要的一挂吼、哦，能够会走路的，而且吼、哦、轿啦大轿，咱的大轿是会使用塞的。不过呢吼、哦，咱跟老驸马这顶轿是必然要有内行的，全部拢用钢的。吼、哦，落轿休困，吼、哦、是伫个大庙定点才有休困，啊，你就轿班就一定爱换，轿班换，伊个就是拢用钢的，伊无咧用挂链塞的。所以讲，咱的红单老驸马。一向拢是用光的啦吼，啊，所以咱讲11月20日是农历的吼，农历的11月20日，咱包括呢，咱25周年庆，甲咱诸天必成宫湄洲岛进香3年圆满，咱共同来绕平安境啦吼，绕平安境。那么我即卖是那要提早报告，因为有个人会预约时间啦吼，啊，我当时要来对，当时要对，浙江要绕境，浙江是礼拜吼，礼拜。咱也一挂少年人，也是讲咱一挂道亲啦吼，啊，恁就甲用日记纸甲写咧，甲写11月20日礼拜日，六房天上圣庙要绕平安境，啊，十天必生宫需要人来迎接镜头，那么咱就来报名，起码就会使报名吼，因为咱爱甲这个名单准备后边，咱才知影讲咱的镜头，咱圣庙架前这个物件有偌济人会当拿，过来就是讲伊的龙头顶吼，啊，过来就伊。也这个迎神仪仗有偌济人有法度来吼举、哦，啊，即咱爱先了解人人数，啊，所以咱会当吼先报名。你几个人要来？迄天是礼拜日咯、哦，吼，11月20日，吼、哦，那一天是礼拜天。啊，咱若无其他行程，啊，无讲无其他讲哦，啊，要来创啥？要来创啥？咱希望大家来到老热啦吼。过、哦、来就是讲，伫慈天必生宫，咱有皈依拜师的众生，今日去袂当无出现啦。11月20日绝对袂使无出现啦吼，因为这是咱诸天必成宫25周年绕平安境的圣事，嘛是咱六房天上圣庙过湄洲岛进香第三年圆满的这个绕境的圣事啦吼。只要咱若是恭敬，咱就尽量把时间来参加啦吼。来，以上是咱诸天必成宫最近的吼啊，爱心甲咱报告的。啊，咱算讲会当参加，你有几个人要参加？你一定爱给我名单，吼、哦，爱给我名单，吼、哦，有够人，阮就无阁招；啊，若无够人，嘛是爱阁，甲咱的空中的大家好朋友咧，吼、哦，哎，画一挂人，吼、哦，安尼咧，愈来愈闹热啦，吼、哦。咱顶个中比三庄，恭请太后家，吼、哦，老三王，然后甲咱的红单，咱的六房天上圣庙正甲婚龄的老驸马。
伊这就一定来用钢的啦吼。啊，咱姜的姜是咱用杀的，但是嘛就爱人员啦。头前面所有的价钱者，拢总需要着人啦吼。爱较少年小块，会堪咪行啦吼。绕境会堪咪行，啊，你都无他坐车，拢爱用行的。吼，以上是咱慈天毕生讲，咱伫十一月十九基安日发挥。吼，这个燕王吼，啊，加咱这个哦，咱如果那是哦，咱。对礼拜时有闲，咱们来参加绕境，非常欢迎，感恩。来，拄只呢吼，有一个师姐吼，甲讲要听数天数，讲伊足久无听数天数，咱即马就来个安排啦吼。数天数，今日是十月初一吼，那没想呢耽误着咱一挂时间来讲着咱慈天毕生讲最近吼，诶，这个大圣书啊，所以耽误着功德的时间呐，甲咱讲抱歉呐吼。数天数，数天数，一年三百六十五。忙忙碌碌，迷迷糊糊，斤斤计较又何苦？数天数，数天数，十年三千六百五，吵吵闹闹。伤筋动骨，退后一步多幸福。数天数，数天数，百年三万六千五。来，咱今麦所收听这个数天数，咱甲咱的文荣师兄，那个荣文师。荣文师姐还是荣文师兄，然后甲毕志师姐，然后恁两家有七个要参加宴王，那么麻烦你卡慈天毕生宫，然后591-6045挂关机给空哦，服务人员会甲恁登记，吼啊，咱若是假，咱都可比讲咱钱也有够，咱都杂志，啊，咱会当阁做别行的工作，然后啊，所以咱宴王咱就是登记甲拄好钱也有够就好。哦，经验有搞得好啊！吼，啊，感谢咱的毕志师姐、甲荣文师姐，也是荣文师兄啦！吼，恁总共有七个人要参加嘛？吼，谢谢你，感恩，功德无量，谢谢你。照着咱这块数天数了吼，来做着咱今日片尾曲了吼。没想嘛，真的非常感恩，护持慈天毕生公，护持咱母娘，护持咱道祖，护持咱圣庙，护持咱宫的咱这宫星大德，也是经团，也是咱慈天毕生公所有师娘师姐，真的有你们真好了吼。只要没生脑 SOS 的求救吼，就有人吼啊来相应了吼。啊嘛，感谢咱宋子赏师姐，伊叫咱两位师姐啊，吼，真讲呢来谈得非常愉快，而且来做的功德了吼，啊，做咱赞宋子赏呢来赞助了咱节目经费，吼、哦、5000块，真正足感谢吼，啊，阁有吼、哦、你回向的这两个两份的功德，真的功德无量，希望你们的愿望达成了吼、哦，感恩，而且祝福大家吉祥平安，嘛祝福咱的朋友家家户户会当欢乐。吼、哦，阿妈一当团圆，妈一当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大家事业成功，大家大赚钱。再见，拜拜。